呢度系中村隔篱嘅明爱医院，喺永康街同呈祥道之间嘅山坡。佢喺1964年由香港明爱创立，系香港医院管理局旗下九龙西联网医院之一，主要为九龙西提供24小时嘅医疗同急症服务。医院由7栋大楼组成，分别系怀明楼、怀爱楼、怀仁楼、怀义楼、怀德楼、怀信楼同怀安楼。为咗方便救护车紧急出入，呈祥道特设行车路通往山下嘅明爱医院。呢度系明爱医院永爱道近怀明楼嘅专线小巴总站，有一条45M 线往返呢度至深水埗基隆街循环线。佢最初1998年开办，行车路线系由明爱医院开，经永爱道、保安道、东京街近长沙湾站、长沙湾道近九龙工业学校、九江街、福华街、钦州街、基隆街、北河街街市、宇宙街、钦州街、长沙湾道近丽国村、东京街、保安道、永康街，然后再经永爱道翻返嚟明爱医院。除了明爱医院之外，佢仲服务埋苏屋村同李俊屋村的乘客往返深水埗。45M 有条辅助线叫 45B， 主力服务苏屋村，但就唔入明爱医院。